欢迎大家收睇呢一场比赛。今晚嘅天气咧，三个字，冇得弹。而观众席上球迷嗰啲气氛咧，亦都同个天气一样咁好啊！我哋都可以感受到球迷对呢场波系有几咁期待。始终都是一场很大型的赛事嚟噶嘛。虽然咧离呢一个球场的交通，喂，老实讲啦，真的不是太方便嘅。不过看到现场的情况，大家都知咩事啦，完全座无虚席啊！圣西路球场一直都是米兰的堡垒，见证住他们光荣的历史啊！嘿，话咁快，场波已经开始了啦。差不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危机解除咗之后就立即反击啦！呢种打法就系有呢个风险噶啦。华拉尼个企位企得好啊！咁今日边个球员系最吸引到你嘅目光呢？魯迪格咧出場代表球隊咧，好多時都會壓到好前嘅，因為佢身體能力咧同埋搶波嘅速度咧，都係佢嘅強項。直頭係英雄所見略同啊！向右翼傳出，閱讀球賽能力好啊嚇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？好嘢啊！食曬個位，薛高，古列治，傳傳得到咧。够晒警觉性啊！中村俊辅，而家可以反击啦。有几次唔错嘅攻势出现咗噶，但系咧只不过入唔到波啫嘛。薛高起脚射门啦，个波甩咗出嚟。萨卡利亚，基利安麦巴比，唔使急，最紧要唔好慢。列贝利，列贝利突破咗防线啦。呢個攻勢都令人頭痛㗎，不過今次咧後防就應付到。列貝利，好，古列治攞到波啊！古列治嗱靚咧就唔可以話好靚嘅，不過嚇目標為本啦嚇，最緊要達到目標。華拉尼擋住咗球波，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列贝利，铃木优磨高速推进，速度喺呢个时候就好重要啦，相当之够力嘅一球啊，掂唔掂咧？云比沙卡踢翻个波出嚟，唉，唔顺啊，真系唔顺啊！对手咁高大，可能开地波好啲喎。呢度可能要谂下计啦 ，AC 米兰可以反击啦！呢啲情况你唔入，随时人哋入翻转头啊！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哇！呢个球员系咪有第六感噶啦吓？嗰波喺列贝利度啊，靓就唔系几靓噶啦，不过叫做达成目标咁啦。系咪可以反攻咧？美斯依然都未有入球，个波甩咗出嚟。啊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咧？吓，向前场方向嘅长传，哇，差唔多成份撞埋去啊！基利安麦巴比，基利安麦巴比唔会想输噶。基利安麦巴比仲唔谂住俾？好似唔知道呢个世界上有队友咁啊！睇你呢下啦，佢为咗球队真系非常之落力啊！佢好清楚自己要做啲乜嘢，几时都话高佬有着数噶啦。个波踢翻去安全地带先，有个反击机会啊！哇，眨下眼就唔同晒嘅，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。薛高拉弓，狮子捉晒路啦！呢球波挡住呢个波，哈，俾佢估到晒。佢哋第三个角球啦。对手只系得一个角球啫，
老迪格簡單直接咁清走個波先。呢個傳球真係麻麻地啊！AC 米蘭攞到個波啦，話都冇快，由呢邊場去翻嗰邊場。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啊，機會真係一個接一個啊！又有角球喎。呢個係佢哋今場第四個角球啦。最少暫時可以鬆口氣先。走井橫樹，嚟到上半場最後五分鐘啦，中村憲剛射高，鈴木優磨，射高，準備反攻。整腳直線，差咗少少力量啫。喺個波翻返去，呢球點咧？入球出現咯，喺吹雞前入波啊！哇！呢一球要影低佢啦，簡直教材式嘅反擊啊！